离之间的误差，将阻碍一条铁路纵贯中国南北。大桥即将跨越长江，这能否是一次成功的握手？中国建设者为你讲述互通长江大桥背后的故事。 沿海铁路，中国正在规划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从南向北连接中国沿海城市，这将贯穿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这个目标却在受到挑战。长江，中国第一大河，在上海和南通之间将这条铁路拦腰截断。今天，工程师们 正在架设一座大桥，飞跨长江，将天堑变通途。桥梁修建在中国已经是成熟的技术，但今天站在这里的工程师们却需要面对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这里接近长江入海口，江面宽达6公里。 这个数字让40岁的总工程师唐启感受到了压力。咱们这个桥位这个位置，接近6公里，那这么一来呢，就是桥的规模更大，水上施工的工作量就越大。互通长江大桥全长11072米，桥梁修通后不仅能跑汽车，还得通行高铁。铁路桥跟公路桥相比较而言，一条铁路线 基本上按照这个标准荷载换算的话，大概就相当于咱们3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像咱这互通桥，咱这下面是4线铁路，上面6车道高速公路，就相当于是18车道的高速公路。为了达到承受荷载所需的结构强度，互通长江大桥工程所用钢筋达到近48万吨，相当于12个鸟巢所用的钢材。 混凝土230万立方米，相当于8个国家大剧院的用量。这需要更多的桥墩来分担荷载，以保障大桥的安全。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悖论：互通长江大桥要穿越的区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这条从长江口直达南京的深水航道，允许10万吨级的海轮 从大洋深处进入长江，实现远洋货运江海直达。与此同时，在大桥正东4公里，还有一个国家1类港区——南通天生港，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小船舶从这里经过。只有减少桥墩的数量，桥底才有足够的空间， 让频繁往来的大型货轮顺利通过桥区。那这个时候，这个桥跨的选择就没办法，必须要加大。这个大跨度桥梁施工，为什么说它风险大？因为它这个结构越大，跨度越大，对于你这个首先是基础越大，因为上面荷载大嘛。你这个可以简单的想一想，假如说这个100米的跨，那100米一个墩子 增加到336米，那相当于这么多荷载都压在这个墩上，所以基础越来越大。唐启需要修建更大的桥墩，以弥补数量的不足。但是这里却有一个天然的障碍：长江含沙量高居世界第4，经过上亿年的沉积， 在长江下游江底岩层以上，覆盖了近300米深的泥沙。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典型的粉细沙，就是一层沙，一层淤泥，而且这个淤泥很厚。那么这个地层呢，对桩基的有效的承载力和保证这个桥梁的沉降，它都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 细沙和淤泥一旦承受过多的重量，就会向下凹陷，而整座大桥也会随之发生沉降。公路相对来讲，它对车辆要求要低一些，因为咱们这个汽车的通行，它对限行要求没有这么高。只要它这个结构没有问题，它有点沉降量，不影响这个使用功能，不影响通车。但是呢，高铁呢它速度很快，速度越快，它对这个限行的要求越高。如果说有桥墩出现下沉，那么这个地方会往下凹，限行会形成一个拐点，对这个行车的安全性会造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它有脱轨的这个危险。高铁通过大桥时，最高速度达到250公里/小时，要求铁轨极为平稳，高低误差不超过2毫米。所以，一旦桥墩下沉，飞速穿行的高铁极有可能冲出轨道。自然的困境让长江成为难以跨越的天堑，往来中国南北沿海城市的火车不得不向内陆绕道超过200公里，这太低效了。建设者面对滔滔长江，寻找着解决方案。建出来，然后整体上改变从桥墩开始，他们在桥墩下方浇筑更多的混凝土桩基，就好像大树的根系一样，利用摩擦力和淤泥相连，托住桥墩，以保证大桥的沉降量在高铁轨道允许的范围之内。就让保洁加工，然后它焊在钢梁上吗？对，就是已经焊在那个上面上面去了。哦。工程师计算出了需要的数据：36根深120米、直径2.5米的混凝土桩基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现代化的钻孔机可以帮助他们快速并且准确地完成钻孔工作，随后放入钢筋笼。作为这些桩基的外骨骼，最后在钢筋笼内浇筑进混凝土。我们在沉孔完成以后，要快速地把这个混凝土给浇上去，间隔越短越好。因为这个间隔越短，泥浆的沉淀量越少，塌孔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浇筑水泥在陆地施工不算难题。半天啊，就好吃。吃好了。建立一个混凝土拌合站，对混凝土搅拌车进行调配，就可以保证连续不断的浇筑。但在茫茫长江之上，根本没有建拌合站的地方。唐启需要另辟蹊径，找到一个稳妥的解决方案。开始我们做这个方案，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水上作业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做钢筋台，在钢筋台上做这个拌合站。但是这个方案拿出来以后，我一看，确实工程量很大。我们估计一下工期大概要5到6个月。那么这样对这个拌合站不形成，就这个主体工程没法开工。在诸多方案被一一否定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唐启脑海中形成：是否可以在长江江面的施工区域内，以吹填的方式造一个小岛，并在岛上建设一座混凝土拌合站？那么这个吹填跟这个钢筋台的拌合站对比起来呢，一个速度很快，这个吹填呢1个多月就被形成了。再一个呢，成本上，这个造价上相对来讲还有一定的优势。大桥建设，桥墩先行，基础已稳，天堑就变通途了吗？挑战才刚刚开始。2个大小体积等同于2艘万吨巨轮的桥面将在长江上合拢，如此庞然大物的对接，偏差居然不能超过2毫米，桥面合拢只能一次到位，无法重来。如何实现这跨越的艰难握手？天堑变通途，稍后继续。一条连接沿海城市的铁路被长江阻断，如何实现这跨越的艰难握手？天堑变通途正在播出。一条贯穿中国南北沿海城市的公铁两用大桥正在穿越长江，两个大小体积相当于2艘万吨巨轮的桥体即将合拢。如此庞然大物的对接，偏差却不能超过2毫米。这个合拢的误差要确保这个全部的高栓都能上得去，最大的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2毫米大概就是这么些吧。 有风，没风就走。2毫米，为什么会有如此苛刻的要求？这源于沪通大桥的特殊结构。为了保证大桥的结构强度足以承受4条高铁同时通过，沪通长江大桥采取钢横梁杆件拼接修建，整座大桥由近2万根钢横梁组成。钢横梁在岸边生产加工好。 在长江上凌空组装，由螺栓连接。螺栓要想精准对接，螺孔得完整对上。每一个螺孔的误差都必须控制在2毫米之内，才能保证所有钢横梁都能精准对接。咱们这个专业航道桥，总共是45万颗螺栓，这个栓孔呢，它要全部都对得上。如果说它装不上去，就不是一颗。 肯定是一个面或者是一个节点板的孔隙。首先，第一个制作精度要达到，咱们这个杆件的加工精度，这个长度要求在0.3毫米。如果精度达不到的话，很显然也是安不上去的。如果用传统手工方式打孔，误差将很难被避免。 唐启十分清楚这个风险，他必须依赖高精度的精工设备，打出45万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螺孔。在距离大桥40公里的一个制造基地内，焊接成型的钢横梁正在排队等待打孔。一台巨大的机器。 将代替人工完成这个手工操作不可能完成的精确操作任务。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打孔，就万无一失了吗？当然不可能，机器也会有疏漏，这种疏漏却是致命的。一旦暗藏风险的钢横梁杆件被运送到大桥工地。 只有在杆件进行拼装，甚至是合拢的最后一刻，才能发现误差的存在。但是此时一切已晚，因为大桥合拢只能一次成功。风险必须提前排除，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在钢横梁出厂之前给他们做体检。 是变过的。等到全部做好的时候会变。工程师们改造了照相机，对钢构件进行拍照、采集数据，在电脑里模拟拼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拍摄的照片输出的结果。我们模拟的是桥位现场的施工情况，效果的话是有些会有超差的。红颜色的连接点就是超差的连接点，我们将会进行自检。 有问题的话，我们会进行返工。这个系统呢，可以更加准确来分析偏差的一些因素在哪里，然后很容易出现我所要的报告的结果和工艺的一些纠偏的措施都很直观。此时，在长江上，现实的拼装已经开始，建设者们24小时、夜以继日的赶工。 一个巨大的风险始终悬在他们的头顶上。从我们这个修桥这个角度来讲，越到合拢的时候是越危险的，它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这儿。咱们这个桥梁施工，它这个是从2边这个悬臂施工到中间来的。合拢之前，它实际上是一个在施工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双悬臂的一个状态，在中间没有搭上，它这个抗风的能力是很弱的，越大它这个迎风面越大。 那么这个受到这个特殊天气、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个时候这个施工风险就非常大。除了风力以外，大桥内部的应力也是另外一个风险所在。应力是物体内部的一种作用力，当我们抬起手臂时，肩部的酸痛就是由这种作用力产生的。手臂抬起时间越长，肩部的酸痛感越发明显。 而对于这座单侧重达1万吨以上的大桥，这种内部作用力一旦超过结构能承受的范围，大桥随时会出现垮塌的风险。必须尽快实现合拢，以一种握手的姿态，让大桥形成稳固的结构。建设者们不得不24小时两班倒往前赶工。 晚上6点，上夜班的人们上岗了。桥梁断面是夜晚江面施工最危险的位置。 架设队长孙驰就在这里，监控钢横梁的吊装工作。正常，正常。入夜，江上吹起5级风，正在吊装的钢横梁开始晃动。夜晚，不良的视线条件会影响吊装位置的精准判断。 30多吨的钢横梁杆件一旦撞上桥墩，风险巨大。孙驰顶风站在桥头指挥吊装。孙驰所站的位置距离江面将近60米，一个与安全绳相连的锁扣是孙驰此时唯一可以依赖的安全保障。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安全问题。如果说真的往前倾了一下，我可能觉得我会控制不住。 今晚，孙驰他们要吊装5根钢横梁杆件。孙驰，讲讲。马上这根杆件挤上去了，你在上面看着点。好了，看着嘞。这上面情况怎么样？正常。哎呀，好冷啊！还是屋里暖啊。1月，长江江面气温低于0摄氏度，但到晚上12点，大家可以稍事取暖休息。哥，你还有爱心夜宵啊？必须的。哎呦，来个蛋补一补啊！2个蛋呢？开玩笑呢。你来一个吧。我来，你吃。你这个爱心的夜宵，我们哪能吃嘞？ 吃完饭还有2个杆件还得。孙驰每晚的夜宵都是妻子李骄阳准备的，他也是沪通大桥的一名建设者。虽然同在一个单位，却也难得见上一面。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有1半的时间不是在一起，1大半的时间他都在这上面，然后再加上又有夜班，白天我上班，晚上也看不到他，相当于我俩就一周的见不到面。 夫妻俩住在工地宿舍，工程人四海为家，工地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一想起来就是，我们当然下一步要生孩子，肯定得有一个稳定的住所，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那家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至于以后的话，我们还是要买一个房子的。现在也挺头疼的，总想着是。 希望下一步能稳定下来，这一个长期的项目怎么来？或者就是干脆就带着孩子跟我们在工地满中国跑呗。还有几天就要合拢了，李骄阳明显地感受到丈夫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夜里，他突然一下子坐起来，然后就爬床角去。我说你干嘛？ 然后他也不理我，就可劲捞，从那个床底下捞东西。我说你捞什么呀？在床底下捞什么东西啊？他说绳子掉了，绳子掉下面去了，要赶快捡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问他，他说做梦了，梦见在那个上面，完了有一个缆绳掉下去了，完了他就要去把它勾上来。怎么样？好，然后下来一个。 此时已是午夜，长江畔万家入眠时，孙驰他们还在彻夜忙碌，他们要干到早上7点。孙驰已经参与沪通大桥建设2年多了。 他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次这样的江面日出。随着最后几颗冲钉的顺利安装，沪通长江大桥合龙的脚步又前进了一步。还有3天，大桥将最终合龙。工程师们将用10台千斤顶相互配合，一起将体积和重量相当于1艘万吨巨轮的桥体。 往前推进7厘米，这个推进的数据必须精确到2毫米以内，才能保证最后的672个螺孔精准对位，实现大桥的最终合龙。如何才能将这庞然大物以毫米级别精准推进？天堑变通途，稍后继续讲述。 桥即将跨越长江，如何才能将这相当于1万吨巨轮的庞然大物以毫米级别精确推进？天堑变通途正在播出。毫厘之间的误差，将阻碍一条铁路纵贯中国南北。 大桥即将跨越长江，这能否是一次成功的握手？中国建设者为你讲述沪通长江大桥背后的故事。中国正在修建一条贯穿中国沿海城市的交通大动脉。 浩瀚长江之上，一座公铁2用大桥即将合龙，这将是一次极具挑战的握手。工程师们需要将一座大桥断开的南侧向北侧推进，每一侧的长度和重量都相当于1艘能跨越大洋的1万吨巨轮，而允许工程师推进的距离只有7厘米。 合龙时间选在第2天日落之后，天黑视线不好，各工种更难配合。为什么将重要时刻选择在夜晚呢？一个简单的实验将向我们揭示大自然的物理规律给合龙带来的风险。我们这个实验呢，就是采用了一个铜丝儿来模拟大桥这个快合拢的过程。这2个铜丝之间呢是断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接成的这个电路是断开的，灯泡没亮。加温以后，在温度的作用下，它会发生一个膨胀，那么铜丝儿会变长，变长以后，这个合龙口会搭上，搭上了以后灯就会亮了。它的物理学公式上是它的结构的长度乘上这个材料的热膨胀系数，然后再乘以就是温度的改变量。天正港桥这个跨度呢是336米。 那么，在外界环境1度的变化情况下，我们合龙口的距离会发生3.8个毫米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合龙口呢，它是采用这种杆件螺栓连接，螺栓和螺孔的间距是只有1个毫米、2个毫米的误差才能保证它合拢。一旦是合拢时间过长，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合拢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准确的就是把握住这个时机，尽快的完成合拢。工程师们计算出合龙的最佳时机。寒冷的夜间最适合进行这项高风险的工作。虽然此时是气温低的时刻，但也是气温最稳定的时刻，热胀冷缩最稳定。然而，依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 合龙是一项要求极为精准的系统工程，离最终合龙还有一天。负责生产进度和安全的周明生在桥面上做着最后的检查。咱们现在你现在是手里的，咱把桥就顶起来。顶起来了嘛？把桥顶起来，你不顶起来哪能行呢？明天的合龙只能一次成功，因为巨型桥体一旦开始推进，只能向前，不能后退。 工程它就是相当于打积木一样，就是所有的误差它是会从下到上，它是一个累积，它有个累积误差，所以你下面就说起始值不控制好，它到后面会误差会越来越大。作为这个工地的生产副经理，周明生每天的任务就是在工地的不同施工点之间反复巡查。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从不离手的对讲机。 有情况你过来看一下吧。稍微等一下。误差就像魔鬼一样，藏在施工细节之中，阻碍大桥顺利合拢。而周明生需要像工兵一样，排除每一颗可能让挑战失败的地雷。而这个挑战也让焦虑成为在工地上伴随他近3年的关键词。 日复一日的奔波，每一次排除隐患，放大的却是内心的焦虑。而唯一的减压方式，是在早晨工作结束之后，回家吃一顿妻子亲手做的早餐，聊聊家常，让思维从工作的焦虑中暂时离线。早上做好了吗？快了，马上。好了，好了，好了，走吧。怎么样？做的怎么样？你看。 周明生的妻子孔岩是南通人，目前他的职务是工地的质检员。他们的家距离大桥工地只有60公里，这对于习惯四海漂泊的建设者来说是一种天赐的福利。近3年的时间，60公里的距离，周明生和10岁女儿相聚的时间却不超过3个月。 而且几乎都是在寒暑假的时间，女儿到工地小住几日，和他们团聚。在这个居住了1000多名建设者的宿舍区，每年2次像候鸟一样在家和工地之间往返，只为能和父母有一个短暂的团聚，已经成为建设者的下一代习以为常的生活轨迹。小孩有想法，他也会经常问。 他说的为什么你们不能就说辞职啊，或者换个工作啊，在一起？就是夫妻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在一起工作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互相扶持嘛，互相陪伴嘛。但是对于孩子就少了很多那个亏欠了，太多亏欠了。聚少离多，对孩子的亏欠。 在周明生不算短暂的10多年工作生涯中，成为在寻找误差之外的另外一种焦虑。然而，这种焦虑随着大桥合龙日期的来临，已经被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取代。这能否是一次成功的握手，在周明生和所有建设者的心中，依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正在修建一条贯穿中国沿海城市的交通大动脉。浩瀚长江之上，一座公铁2用大桥即将合龙，这将是一次极具挑战的握手。工程师们需要将一座大桥断开的南侧向北侧推进，使最后672个孔位全部对齐，每一侧的长度和重量。 都相当于一艘能跨越大洋的万吨巨轮，而允许工程师推进的距离只有7厘米。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是大桥施工中风险最高的步骤。原因只有一个：合龙一旦失败，便没有挽回的余地。那个灯您准备好了吗？这是总工程师唐启和他的桥梁团队不能承受的结果。这个40岁的男人收起了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露出了内心中最真实的焦虑。就是不停地在看，不停地趴在那个地方去看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越知道它这个后果的严重性，这个越是关键地方，你心理压力就越大。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调整手段的。工程师们计算出合龙的最佳时机。 寒冷的夜间最适合进行这项高风险的工作。虽然此时是气温低的时刻，但也是气温最稳定的时刻。然而，依然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我们原来这个计划的这个温度不是零下4到5度，结果那天最起码零下有7、8度，就是变动1度，这个口会加大4毫。那么这个差异怎么去补偿它？ 就需要通过这个底推量来控制它。26岁的孙驰负责操作千斤顶，虽然整个操作过程只需要反复按动和松开同一个按钮，但是一旦时机掌握不好，便会酿成不可逆的结果。它每一次顶推的量都很小。 我们在下面也要拿板尺量着，然后可能这个量不好控制，所以说，对讲机里喊停，我们马上就要停。3公分啊，3公分，把标记做好了。对。停止的指令一旦下达，孙驰需要迅速松开按钮，这需要孙驰顶住压力，让注意力随时集中。因为那个千斤顶一开，本身它就有噪音。 有噪音的话，然后那个对讲机可能有的时候声音听的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对讲机开到最大，然后要全神贯注的听着。周经理，周经理，指令来自36岁的周明生，他的每一项命令都必须精准，这需要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以毫米的精度指挥正在进行的挑战，并随时观察可能出现的误差。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就是因为位置比较远，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好的。但是越推得近，距离越小，那么就可能就是心理压力就越大。到位了吗？定位2公分到位了。好的。最多的声音就是说哪个点走了多少厘米，哪个点走了多少毫米，因为它距离越小，就越没法调整。同步起点3公分到位了啊！准备好，准备好，再顶3公分，再顶3公分。 最后5毫米，实际上这个孔跟孔之间还是错的，因为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很快，快速地把它调整到位。还没有到位，还没有到位。速度要快点，小兄弟们，同志快一点，好不好？3毫米要注意同步，准备点，准备点，同志。 当我看到那个孔眼儿，就是从半合孔到逐渐两个孔全部脱拢的时候，我的心觉得，终于这一钢梁拼装的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终于合拢了。2017年1月21日夜，历时3年多的建设工期，沪通铁路大桥终于在长江江面上实现了第1次握手。 但是，挑战才刚刚开始，另一段桥体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实现合拢，这将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一次握手，也是更加艰难的一次握手。按照进度到2019年，这座超级大桥主体工程将全部完工，这条交通大动脉将进一步激发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 内涝、拥堵、反复开挖，城市面临严峻挑战。改变从地下开始。中国建设者关注正在升级的未来之城。